宝贝爱戏剧，七巧板快乐宝贝爱戏剧精彩上演了。这里有奇妙梦幻的童话故事，这里有传统有趣的民间传说，这里有红色经典的历史往事，这里有天马行空的神奇想象。七巧板快乐宝贝爱戏剧，让孩子们在戏剧表演中感受美好，学会爱，收获快乐，健康成长。本栏目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独家冠名播出。想吃什么呀？我想吃牛肉。我想吃鱼虾。好好，你们烤好家，我现在就去给你们买。放心吧，我们狗最会看家了。喵，你刚才的话什么意思呀？你是说我们猫就不能看家了？就不能看家了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呀？啊，什么意思呢？你们说的什么意思呀？哎呀，也对，我们猫只管优雅、优雅、美丽、美丽，还享受生活。哎呀，我们不跟你们说了，我们还是去看动画片吧。好啊，好啊。喵。喂，是我，明天。我没时间，主人呀要带我去做美容呢。我们是聪明机灵能说会道潇洒帅气的搬运工，我们是聪明机灵能说会道潇洒帅气的搬运工。咦，老大，你不是说我们是贼吗？怎么变成搬运工了？嘘，我们就是搬运工啊。你们想把别人家的东西搬到咱们家来，我们不就是搬运工吗？对呀，把别人家的东西搬到咱们家来，我们就是搬运工。嘘，你们先藏起来，一会儿听我召唤啊。是。那边去。哎，有人来了！有人来了！汪汪，你是？我。你你猜我是谁呀？你是送快递的？不对不对，你是修水管的。我知道了，你是我家主人的朋友，对吧？对，我就是你家主人的朋友。您请进。不好，碰上天敌了！太好了，来了一个又圆又大的肉球。不行，我得跑。不行不行，我得追。嗨，你是、你是谁呀？我你们不认识我啊？不认识不认识呀。哎呀，他是主人的朋友。朋友啊，朋友朋友。对，我就是你们家主人的朋友。我叫那个008。零零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那你一定是那个007的兄弟吧？我
气的兄弟。哦，那你是客人，我们要好好的招待招待你呢。对对对，你请坐，你请坐。您喝水。您吃水果。水果。您到我们家来有事吗？是呀是呀，有什么事儿我可以帮您转达，是吧？这个是你是你们家主人让我来，是你们主人让我来看看你们谁才是最棒的。最棒的。哎，他就要好好的奖励谁。那您看我怎么样？喵喵。好好好。什么样？真让人肉麻。零零八，你还是看我的吧。哎呀，零零八，你看我们的。零零八。哎呀，好了，你们别急嘛。这样，我问你们几道问题，谁要是答对了，谁就是最棒的。最棒的。那你快问呀。你们别着急嘛，我还没说，如果答错了怎么办呢？那你快说呀，快说呀。如果答错了，就要按照我的要求。你的要求？把指定的东西搬到门外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就别啰嗦，别啰嗦了嘛，赶快出击吧。好好好，你们听好了，第一道问题，动物园里体积最庞大的动物是大象。大象是大象。那么第二大的是什么呢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是犀牛。哎，不对，是狮子。哼，你们俩都错了。啊？答案是小象。小象。那你哦，小象就把那袋吃的搬到门外吧。没问题。吃的还要搬门？那我可搬不动重的东西啊。没关系，像你这么可爱的小猫，我怎么会给你出难题呢？这样吧，我考考你的反应能力，看你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你主人的金项链、金戒指、金耳环什么的，统统拿来。没问题。零零八，那第二道题是什么呀？是啊。第二道问题，说孙悟空的一根汗毛可以变出一个小孙悟空，为什么有一次他的一根汗毛变出了两个小孙悟空呢？我知道，是因为他不小心拔了两根。恭喜你。答错了。是因为孙悟空的汗毛蹦开叉了。答对了。答对了。看看人家都学会抢答了。给你要的东西都在里面。宝贝们，快回来啊。老鼠，快打老鼠。谁是老鼠？是老鼠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是怎么能让老鼠跑进家来呢？我们也不认识老鼠啊，只知道鱼很好吃。那你们是怎么看家的？我们不知道怎么看家，只知道来的都是客人。你们猫不会抓老鼠，狗不会看家，我养你们还有什么用啊？你们都给我滚，滚！记不住，记不住，记不住，记。
球上全是水啊！哎，好是地球深海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地球深海，地球水还有陆地呢。嘿嘿嘿，我又给忘了。没有我你怎么办？所以我要来地球干嘛来着？嘿嘿。我又给忘了。记忆秘方，记忆秘方，记忆秘方啊！我想起来了，对，记忆秘方。你们好，我是来自记不住星球的特派员豆豆。由于我们星球的人都很健忘，所以哦，对了，所以我们被派到宇宙的各个角落去寻找记忆秘方。对了。你们有记忆的秘方吗？你有吗？哆来咪发嗦嗦发咪来哆，哆来咪发嗦嗦发咪来哆。你们好，你们有记忆秘方吗？什么方？记忆秘方？什么秘？这怎么比我的记性还差呢？小话语他们只能记得7秒钟的事情，我们不知道记忆秘方。什么方？哆来咪发嗦嗦发咪来哆。找到记忆的秘方，将和你们分享。再见。起恰恰起恰恰，起恰恰起恰恰，起恰恰起恰恰，起恰恰起恰恰。你好。起恰恰起恰恰，起恰恰起恰恰。你好。起恰恰。吓我一跳，你是谁？哦，我是来自记不住星球的特派员豆豆。记不住星球？对。喂，对对对，哎，气姐姐，集合集合集合，有路牵扯，有路牵扯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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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气姐姐，海龟先生，我抓到一个外星人牵扯。哦。让我看看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我不是入侵者，我是来自记不住星球的特派员豆豆。记不住星球外星人。果然入侵者太可怕了，会不会伤害我们呀？哎呀，我不是什么入侵者，我只是个外星人。再说了，你们在我眼里也是外星生物啊。哎，小海马，小海鱼，我刚才都见过你们，你们给我帮我说说，我没有伤害你们吧？他确实没有。看吧，我不是什么坏心人，我不会伤害你们的。虚惊一场。嘿，姐姐，那你来我们海底世界干什么？我是来自记不住星球的特派员豆豆。由于我们星球的人都很健忘，所以我来这是找记忆秘方的。什么方？记忆秘方。啊，什么秘？记忆秘方。对，小话语他们从小就这样，需要重复很多次才能记住东西。你说什么？重复？难道重复就是记忆的秘方？重复。我有一个想法，咱们实验一下。哆来咪发嗦，哆来咪发嗦，哆来咪发嗦。哇，你记住了？你们在高兴什么？难道这就是记忆的秘方？咱们再试一试。哆来咪发嗦，嗦发咪来哆。嗦发咪来哆，哆来咪发嗦，嗦发。重复是有点用，但是我还是记不住太复杂的东西。唉，你们在难过什么？
难道我找不到记忆的秘方了吗？气恰恰，海龟先生，你年纪最大，见识最广，你听说过记忆秘方吗？让我想想。气恰恰，海龟先生，我受不了了，您能不能快一点啊？气恰恰。哇，小螃蟹，你能把刚才的动作再做一遍吗？会，气恰恰。哇，小螃蟹，你很喜欢武术，对吗？嗯，那你是怎么记住你的武术动作的呢？这还用记吗？气恰恰。嗯，小章鱼，你是怎么记住你的舞蹈动作的呢？喜欢就记住了，这有什么难的吗？嗯，小海马，你是怎么记住你的歌词的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因为喜欢就记住了。So far, my red. 嗯，小螃蟹喜欢武术。嗯，所以我能记住复杂的武术动作。小章鱼喜欢跳舞。嗯，所以我能记住复杂的舞蹈动作。小海马喜欢唱歌。嗯。所以我能记住长长的歌词，做饭没外头。所以记忆秘方就是哦，没错，是喜欢。啊哈，我明白了，原来喜欢一件事可以让复杂的东西很自然的把它给记住，所以培养自己的兴趣，让自己发自内心的去记住这些，那一定就能记住了。这就是记忆的秘方。什么方？看来我们这个小海鱼找到他最感兴趣的事了。对，然后我们一起帮他反复练习。成功，成功，耶！本栏目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独家冠名播出。乖乖，该睡觉了，睡前把房间整理一下，你看都乱成什么样子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妈妈，我知道了。妈妈，你干嘛？放个暑假，整天就知道玩打游戏，有空的话多看看书吧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妈妈，我知道了。你再叫我就不管你了。妈妈，我是你亲人的小宝贝呀，亲生的亲生的亲生的。哎，你这孩子真的是把我给气死了。嘿，真是的，整天叫我学习学习，整理房间，真烦人。再说了，家里不是有电器吗？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这种小事还需要我亲自动手吗？现在时间还早，让我先睡一会儿，晚点还要起来打游戏呢。啊，你们呀，这几天我总是看到你们房间里的灯大半夜还亮着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呀？嗨，能有什么事呀，还不是乖乖整天写电脑一起打游戏，吵得我们大家觉都不能睡。你这么说可不对，以前乖乖也不整天盯着小电视
看动画片嘛。月亮姐姐，上次呱呱为了打游戏，连作业都忘了做。还有，上次妈妈让乖乖打扫房间，她也是拖拖拉拉的。这是赤裸裸的嫉妒。再说，每次都乖乖自己主动来找我的，怎么能全怪我呢？你还说，要不是你在电脑里存这么多游戏，乖乖能这么废寝忘食吗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呀。那我们得想想办法，帮助乖乖戒掉游戏，恢复正常的作息。不行不行，乖乖是家里的小国王，我们都怕他。是谁呀？这么吵！哎呀，乖乖醒了，大家快躲起来。有什么好怕的？一群胆小鬼！你们看我的吧。乖乖，乖乖，乖乖。嗯。啊！你是谁？乖乖，你不是我吗？我是你的好朋友小电脑呀。啊！小电脑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你怎么会动了呀？这算什么呀？我的功能可是很强大的。我们是不是该一起玩游戏里呀？我们来快速刹车。好呀好呀，我坐前面，你坐后面。准备好了吗？出发。乖乖，我感觉你开的有点慢呀。哦，是吗？那我来给你加速。50迈，60迈。想吐，真没意思。有没有更加刺激一点的呀？当然有了，就怕拿出来呀。你不敢玩什么？我不管玩的，你只管拿。这可你说的。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最新科技未来眼镜，来把它戴上，你会立即进入到虚拟世界，成为虚拟世界中的人物。哇，这也太酷了！但是乖乖，我要告诉你，你一旦成为新人物，在里面遇到任何困难，都只能靠自己解决，稍有不慎，你还被困在虚拟世界里，那你就再也回不来了。你想好了吗？我想好了。乖乖，你不能去。你不能进入到游戏世界。你是谁？我是小闹钟。我是小电视。我小电话。我是小电饭煲。我是小小吸尘器。我们都是你的好朋友。乖乖，你不能去那里，太危险了，咱们别玩游戏了好不好？早点睡觉，明天一早我给你做好吃的。对对对，乖乖，你还打电话约好朋友，明天一块出去玩呢。难道你连好朋友也都不要了吗？就是呀，乖乖，万一你被困在了游戏世界里，爸爸妈妈找不到你，可怎么办呀？这么好的机会，能别拦着我？小电脑，我们走。乖乖，你不能去。这是哪儿？什么声音？小电脑，我不想待在这儿了，我想回去。小电脑，你在吗？爸爸妈妈，谁能来帮帮我呀？欢迎来到狼人世界。救命！
真是太危险了，还好小电脑及时阻止了程序，切断了电源。别害怕，刚才的一切都是你的幻觉，现在你已经回来了，不会再危险了。我对不起乖乖，要不是我让进游戏世界，你也不会遇到危险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保证以后我再也不带你玩游戏了。其实我也有错，是我没有把握好时间，老是拉着你陪我一起玩游戏。我们以后好好学习，我们还是好朋友。是呀，科技的进步是为了让人们更好的生活，我们要学会把节省下来的时间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去。对对对，比如说明天还要跟小伙伴们出去玩，比如说你还要打扫房间嘛。啊，寒冷的冬天终于结束了，过冬的粮食也都吃完了。别担心，春天到了，咱们马上就有吃的了。走，先出去看看能不能弄到啥好吃的。好嘞。哇，好绿好嫩的薯苗啊，肯定很好吃，又香又甜，太好吃了。咱们多拿点给亲戚朋友们，也让他们尝尝。好嘞。孩子们起床，夏天干活喽。来了。父亲，我们今天干什么去呀？今天呢，我们给鼠苗除草去。鼠苗？鼠苗是什么呀？鼠。笨蛋，就老天天看书写字。鼠苗就是黄米。是呀，就是我们常吃的黄米，可以酿酒做糕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也和你们一起去给鼠苗除草去。好好，那我们拿上除草具出发。孩子们，我们到了，这就是我们家的农田了。哇，好漂亮呀，绿油油的，一眼望不到头，像一望无际绿色大海。是呀，今年鼠苗长势很好啊。父亲，今年秋天肯定能有一个好收成。这就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。是呀是呀，孩子们，我们开始干活吧。怎么少这么多鼠苗啊？像是被什么东西咬了。哈，这是被老鼠咬的。这老鼠也太讨厌了，怎么连小苗都不放过呀？老鼠是杂食动物，它们除了吃鼠苗还是麦苗，顺便偷吃别人家的好东西。下次要看见它，一定不会放过它。老鼠不但偷吃小苗，等到了秋天，它们还会偷吃成熟的果实，储存起来过冬吃呢。所以到秋天，我们要抢在它们之前把粮食全部收回家。孩子们，你们累不累啊？
父亲，我们不累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回家吃饭吧。春天到，落叶飘，候鸟南飞路途遥，潺潺溪水微微凉，云淡风轻天气好，小鼠苗已长高，鼠穗垂头齐欢笑，待等农夫收割后，更满谷仓乐陶陶。哈嘿，兄弟姐妹们，农夫伯伯一家照顾了咱们这么久，终于到了丰收的时候了。是啊，瞧瞧我长得多高多结实，看看我长得多漂亮，浑身都是金色的。你们这都不算什么，我身上的重量那才是沉甸甸的呢。我才长得好呢，瞧瞧我粒粒都这么饱满。我长得好，我长得好，我长得好，我长得好。嘘，大家都别吵了，听，好像有人来了。丰收的秋天终于到了，吃了这么久的绿色菜，咱们终于可以美美的吃上点粮食了。哇，一望无际金灿灿的一片成熟的鼠穗，看得我直流口水呀。你们别过来啊，真是大丰收的一年啊。再多的丰收跟你们也没关系，咱们要是能全都带回家该多好啊，来年肯定也吃不完。哼，想得美。哇，这棵长得好高好结实，这棵金灿灿的我喜欢。哎呀，你走开。哇，粒粒都很饱满。救命啊，农民伯伯会来救救我们。哇，树苗都长大成熟了。是呀，今天是个丰收年呀，辛苦一年终于有收成了，我们来年不用再挨饿了。孩子们，我们可以收鼠穗吧。父亲，小弟，看这群小鼠穗都是咱们家的粮食呢，快抓上它。我爸爸是一名英雄解放军。我叫王小可，我跟他是一个爸爸。你们看看这俩人，每天遇到谁都说自己的爸爸是解放军。你们看看我，我从来不说我的爸爸也是一名英雄解放军。梁振鹏，你在班级里跟我对着干，到了部队大院你还跟我对着干。对着干又怎样，反正明天我爸爸就要回来了。我爸爸也会回来，我爸会回来，我爸爸会回来。别吵了，都等了这么久了，你的爸爸没回来吧？哥哥，我们的爸爸也没回来。别着急，妹妹，没准咱爸就在屋里呢。去，我不信，有本事进去看看。三二一，爸爸。老爸，老爸，我就说嘛，你爸爸没回来吧？我得赶紧回家，没准我爸就在屋里呢。你爸肯定没回来。
我爸会回来的，而且他会给我说一桌子的好吃的，因为他是了不起的大厨。我不信。我也不信。不信？那我就给你们演一演我爸爸在厨房是多么的了不起。今天爸爸就要回来了，他会给我做什么好吃的呢？奶油蘑菇汤、松仁玉米、蓝莓三明治。耶、yeah! 我想爸爸应该已经坐上了火车，马上就要推开家门。 Surprise！是小鹏的爸爸，他上一次差点毁了厨房。难道我要大展身手做一顿美味佳肴？啊！今天我要做的有三道菜。哦，你爸就是这样做饭的吗？知道我爸怎么做饭的吗？切，有本事你演演看啊！哥哥演给他看。我爸爸在厨房里就是厨神。爸爸那一天起了个大早，穿好衣服，冲到菜市场，挑选了最新鲜的食物。这个不错。这个不错，给儿子挑选一条最新鲜的鱼。爸爸回到家，穿好围巾，准备食材，钻研食谱，万事俱备。之前我们给你一个鼓励。没错，一个鼓励。爸爸加油，爸爸加油，爸爸加油。爸爸怎么还不回来？我就说嘛，爸爸是不会回来的。有好几次他答应了我回来，可最后就是没回来。他们还有任务，我们得理解他。爸爸答应过我要回来陪我过生日。就是，他还说回来要好好抱抱我。喂，小飞、小可，你们在家吗？在。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跟小鹏的爸爸正在执行紧急任务，今天回不去了。爸爸下个月一定回家陪你们。先这样，挂了。爸爸，爸爸，我好想
吃您做的饭，您已经好久没有回来了。爸爸，您在我心里一直都是宝药，我长大以后要像您一样保卫祖国。爸爸，您快回来吧，我已经好久没有抱抱您了。我可能不是一个好爸爸。对不起，宝贝，爸爸又不能陪你了。没关系，爸爸，你尽管去做更伟大的事。宝贝，我的好宝贝。庄稼就能收获了。唉，都是我这个大哥做得不好，没有照顾好你们。这两天我找了个替人砍柴的活儿，你们放心，大哥一定会让你们吃上热乎的饭。我这儿还有一块红薯呢，你们分了吃吧。不，哥哥，还是你吃吧。给你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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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怎么会变出这么多？难道我们挖到了一口宝缸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妹妹们，吃完红薯，咱们继续干活，待会儿把缸抬回家。好。我是宝缸小神仙，通天本领大无边，帮助勤劳的老百姓安稳生活每一天。若要用我行善事，宝缸神力大无限。哼，这口宝缸我们要了。走开走开，贪心的少爷。我可以给你们很多很多钱哦。给多少钱我们也不卖。哼，不卖，我们去禀告县老爷，让县老爷来收拾他们。三妹，好主意，你们等着瞧吧，到时候看你们还嘴不嘴硬。少爷是个坏东西，想打我的坏主意，大家齐心赶跑他。宝刚最爱百姓家，百姓家。哈、县衙大
官司拿钱来，有理无理三扁担，张开口袋，嘿嘿嘿嘿，装钱财。禀告县老爷，那边就是宝钢。好，好，赶紧带本官去看看。一群刁民进到咱们的县老爷，还不赶紧下跪？启禀县老爷，就是那群人偷了我们的宝钢。没错，他们穷得没饭吃，就来抢我们的宝钢。县老爷，你可要为我们主持公道啊！我们没偷，这宝钢是我们发现的。都别吵了，让县老爷说话。依我看，这宝钢既不是你们的，也不是你们的，这宝钢是县老爷我的。你就是个大贪官，敢把咱们的县老爷保镖在，把这些刁民给我押下去。一群刁民都给我闭嘴，看我待会儿怎么收拾你们。县老爷，您的金元宝拿来了。好好，老爷，咱们先只放一个试试吧。好。我金元宝，我金元宝，老爷，老爷，贪官贪官真狡猾，抢走宝钢想发财，金财宝没得到，捡出石头真好玩。宝钢洞。